士或者四只石兽，不上雷。他好久没有说不上火，要用明龙在手上面，李易峰在手上面，不然守不住。而且我阵法也开错了，想说伤害怎么那么差。也爆炸的麻烦，被炸翻了，真是。找 WiFi 头，不能远距离帮补。呜、哦，渐渐重。一个，两个。好危险的，而且不允许，因为要死了，毒了。先把补一下，再把补第二下。
说朝鲜也快挂啦，都捞不上去。差一点点，我也过不来，敖庆也过不来，剑香鱼，不要，这边我先停。先降攻，先降攻。先溜，魂剑香鱼，为什么点到动画了？痛耶，扛不扛得住啊？这边还。是要走直线的，刚错了，要走直线的。放到时间到了，好了，时间到出就出了，管他的，放到时间到了。
啊，那个有定时间，我没有调了。翻到时间到出了就出了，他那个一开始预定的时间放太久了，我没有把它处理掉就出了。哇，变我这里躲不了。躲不了嘞！请指教。魂界相遇。曹气领域。这样好像会被扒到，看起来凤凰月还是死了，没有，没得逃。我这里没得逃，一圈就我往这方向逃就死了。事不宜迟，神魔共死破。真有点浪费。有点浪费也是得弄。把鸟引过来打，到这里。又来打太慢了。曹气领命。再一会儿，再一会儿，再等一会儿就好了。
枪鱼，请指教。犯错了，再等一会儿，再一会儿他就要死了。下去，赢！这关不会比第一关难的。就凭你？关不会比第一关难的。